位好，我是恁的老朋友孙悦。这里啊，读作忙，就是无闲啦。这跟咱每一个人拢有直接的关系哦。你看，无闲在哭啦，啊，无闲在食奶啊啦，无闲在换尿珠啊啦，无闲走啦，无闲跳啦，无闲佚佗啦，无闲读册啦，啊，佫无闲啥物找头路啦，找对象啦，找厝啦，结婚啦，无闲买车啦。无用来无用去啦，真侪人哦，唔知影为虾米无用啦，啊嘛真侪人唔知影哦，到底所伫咧无用是为着虾米呢？所以是安尼，虽然咱会用写这字，但是未了解这字真正意思伫倒位啦。其实哦，这字忙哩啊，咱来看嘛咧，这是虾米？这是心，啊这是虾米？这是忙。哎呀，真是嘞，真是嘞，孙叔叔，我想慢来啊。哎呀，透早起来足无闲的。哎呀，路咧嘛是安尼，遮塞车，遐塞车，唔知啥呐，人拢走走去路的客烧。哈哈，阁是一个大无闲人。哎，孙叔叔在啥里啊？心忙啊，忙，就是心死去啊。哈哈哈，这里忙的呀，伊的本意就是逃走、逃亡的意思啦。哦，刚才唔是死去。来，我互你看。啊，還有这两字，你看嘛咧？这两字，这字跟这个手里边的困字是同款的意思，是？对，这两字拢读作困，但是意思无同款。这字哦，这字的本意就是虽然读作困啦，但是伊代表诚心诚意，所以因为有一个心字，诚心诚意。心比困住，人才有诚意哦。是安怎古早人做哩？这尔了解现代人的心理啊！中国字啊，是佫会当会意，佫会当用话传达。好，啊，无咱来做伙对中国的古字内面来发现做字的奥妙。这个中国字啊，有历史记载文字，有夏商周，这个汉字啊，对爻辞顶面有线条甲符号开始，是经过了甲骨文、金文啊、大篆，还有小篆，隶书、草书、楷书，还有繁体字。一直到后来这个简体字，这么多啊！无论这个中间有啥物变化，我拢感觉吼，中国的文字内底，伫世界各种的文字体系中间，咱是独一无二的，是非常特别的。是啊，其他古早的象形文字，亲像讲埃及古早的象形文字、欧洲的古音标文字，拢已经被取代啦。干那汉字，犹原保留了象形文字的系统。同时，伊嘛有表意的特点哦。对，所以啊，我感觉，咱会当肯定来讲一句话，咱的老祖先给咱留落来这方面的材料吼，会用讲是上珍贵、上值得骄傲，所以上值得大家学落的文化遗产啊，就是这个汉字啊。孙叔叔，敢那有人对窗仔门经过？而且唔哪一个人呢？就是甲骨文的人字啦。哇，这尼大粒白人头哦！这是金文的人字，你看一支手骨，一个身躯啊。啊，这骨文的人字更加简单。团体的人字真亲像运动选手伫单要起跑冲刺的迄个肩膀骨啊。咱的祖先哦，真正有够够观察，而且哦，嘛真有味道哦。这个哦，甲骨文的文字吼、哦，有形有义啊。伊是一种象形的文字。到即马为止吼、哦，已经出土大概有十几万片。根据专家整理出来，大概有4000多片。可惜会当较明确看会出来，干那1000多字啊。是啊，年代吼伤久啊，
会当有今日即款的成绩，已经足了不起啊！我会记哦，伫1899年，伫商朝的旧的首都，就是即卖的河南省，安阳县小屯村的四口林镇吼，有挖出一个占卜用的有刻字的甲骨啦。最近佫伫兴和，也就是废墟的对岸迄边，佫再挖出一座3000多年前的古城。也有一寡甲骨文来出土，咱除了即个河南省以外，伫陕西省的扶风、甲岐山等所在，也有发现一寡。孙叔叔啊，既然甲骨文拢是以前用来卜卦问神的物件，安尼商朝的人是毋是拢真迷信？那商朝的人，自古到今，无论是倒一条的人。拢是盲目伫咧求神问卜啦，伫咧算命啦，希望知影家己明仔载安怎，结果咧，你较早敢毋是原来安尼啊？即嘛，无搁咧做即款代志啊。是无法度掌管家己的性命，无论医学搁较发达，人啊，永远袂当长生不老，无病无死。科技搁较发达，人也是无才调，完全有即天灾发生。是啊，即几年来，看到遮尔啊侪地动、水灾，死伤遮尔啊侪人，心内底感受足侪，让我想到以前的老祖先，伫迄种无知识、无科技、无医学的生活内底。每天爱甲大自然奋斗迄款心情。过去咱的祖先，相信讲伫大自然中间一定有一个律啦。这个律吼，伊会当控制一切，掌管一切。人的祸福拢是由伊来掌管的。所以吼，人对这款自然的现象，有一种敬畏的心，就尊称做天啦。是啊。老大人常在讲，仰头三尺有神明，凡事天拢知。所以啊，人是真正袂用做歹代志。也毋过即摆人吼，常常甲灵顶信天挂伫个嘴。虽然安尼吼，但是人对天还是无了解。过去咱的老祖先啊，掠做天是四角形的啊。啊，到即摆人吼，科学发达啦，应该各方面拢会当量会出来啊。但是吼，还是无法度了解到底天有偌高，啊地有偌深。我看唔免讲遮济啊，但是天公伯啊，甲咱每一工所吸的阳气，甲收倒转，人都袂活啊。咱的祖先哦，虽然对科学唔是亲像现代人遮尔精吼，但是对气流的了解是真清楚啊。因为伫甲骨文内面啊，讲这个气流，就是安尼啦。三维啦，啊，就亲像空气迄个动作、迄个形象。我想，咱人呼吸空气，就是安尼吸入来嘛。照安尼讲，天甲人的关系，不但有冲的关系，啊，佮有环的关系咯。回答一句话啦，绝对是有关系啦。啊，不过人虽然知影神甲家己有关系，总是唔知影神生做啥款啊。所以吼，即、這个甲骨文内底的时阵啊。因为伊所写的神字啊，是安尼写，哈哈哈！真正足像闪电呢，对啊，亲像一道挂破黑暗的电光。对，电就是光啦，啊，就是能力，啊，就是一种上强的光。以前西北来人就是用面貌那闪电，眼目那火光来形容这一位创造主。要唔过孙叔叔啊，我想当时的人对电啊、光啊、火啊，一定拢真惊吼。对。这个神字啊，伫甲骨文内底写法，甲这个神字是同款，但是后来的人为着要分别予伊清楚，就是改加一个西字的这个部首，安尼伊对一个象形字变成做回忆字啊。孙叔叔，孙叔，你看，我找到一个足奇怪的字。这个火就伫要烧着这个人的头壳，伊阁唔逃走，阁跪喺遐。对啊，对啊，
真正有意思哈。这款的字吼，这类的古字，伫这甲骨文内底有真多。啊，不过吼，咱安尼来看啦吼，你看这里火哩，火代表光，吼，代表烈，安尼吼。古早人伫咧形容神的时阵，就是用火，就是用光来形容。所以咱伫遮会当看，人若是挖掘神的时阵，你所做的代志就真正光彩，啊，你所做的代志就真光明、坦然等等。那安尼照你的意思，就是讲，人爱降服伫神的阴光威严，才会当有光明咯。对啦。也毋过，演变到历史的时阵，人已经变作半跍半跪的姿势，无过遐尼啊谦卑啊。其实吼、哦，基督徒伫圣经内面吼、哦，所找到的就是这个光啦、啊。上帝做万物的进程，第一代先做的就是光，就是要让这个光照伫大地宇宙之间。了后，予黑暗消失。关系天地的创造，咱的祖先唔知有啥物特别的研究无？咱的老祖先伫这方面啊，都有真积极研究的精神，所以哦，发现了真济无同款的版本啊，有啥物阴阳混星说啊、开天辟地说啊等等，真奇怪的这种代志是，无论伊是倒一种版本，最后结果拢是真同款。迄就是讲，伫宇宙啊，一切拢也无有诶进程，是混沌诶。伫咧创造以后，才有天啊，才有地，啊了后万物才得咧产生。照你安尼讲，迄毋是甲圣经内底第一章宇宙创造论共款啊吗？假使讲你看迄个《大明会典》内面诶吟唱啊，你会更加感觉着一惊。这位神童，显然就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，也就是天。哇，伊的称呼足多啊！周朝的人改称呼做天神啦、啊。佛经内底，用这个天主来称呼伊是主天之主。诗经称作天地，皇天上帝啦，后天上帝等等啊。诗经嘛记载。顺地向上帝献祭，中央原来提起着举行高祭之礼，是为着要服侍上帝。照安尼讲，古代的皇帝拢真尊敬这位神哦。伊相信君权是天所赐，就是皇帝权力是上天所赋予，所以祭天的仪式拢是非常的隆重。商朝的皇帝，搁伫当时的首都开封的城外，起一座祭天的坛。因为改朝换代的关系啊，开封的天坛早已经无去啊。也后来是明朝永乐十八年，伫北京所起的天坛来代替伊的地位。因为上帝是无啥物形象的，所以哦，伫顶面干那写一个“奉天上帝四个金字”来做伊的牌匾。安尼我了解，你了解啥物？君权天授的道理啊！古代皇帝，亲像炎、黄、尧、舜、禹，拢有超人的智慧、能力、甲品德，功绩非凡。对，老百姓嘛拢尊称皇帝为天子啊，也就是讲，伊是天神的子啦。安尼，天子称呼老百姓为子民，
也就是天主的民呐、啊。父非主，啊安尼主也非民。那君非民，民非君，父在主之上，啊民在主之下。民敢会当称呼天主之父为父呢？所以哦，伫汉朝有一位读书人叫做当中书啦，伊讲当时的老百姓啊，称呼这个天，甲伊看作是亲像咱的阿祖迄款的辈分啦。哦，照安尼讲，天爷、天公、天老爷这个称呼，可能就是安尼来。伫河南的上山顶面，有一个庙正悬，叫做天爷庙啦。啊，伊比所有的寺庙拢更加悬，表示伊高贵的地位，是众天之神啦。这天仪式的失落，敢若亲像就是为秦始皇开始的。是啊，秦始皇唔呐禁止老百姓祭天，而且佫把家己皇帝地位提升到甲神来平等。我知影，伫个《礼记》这发篇内底有记载讲，人死为鬼，所以尊称所有的祖先为八鬼之首。也毋过，我若甲人讲，你伫个拜祖先哦，迄是咧拜鬼呢，一定会互因拍死的。因讲你是咧侮辱祖先呐、啊。即中国人哦，甲拜祖先当作一种友好的行为。不过哦，伫商朝的时阵，迄个时阵的人甲拜祖先当作是族群团结的一种表现。我感觉甲辉是中国的孝子。伊尽忠报国，嘛是为着要遵照伊老母的教示。可惜，伊还未完成老母的心愿，就被奸所害，英年早逝。所以哦，伊就无法度完成亲像甲骨文内底所讲的孝礼。孝礼的本意啊，就是父怒，也就是讲做囝儿的有责任来抚养老大人。另外，佫有一位我非常非常尊敬的孝子中的孝子。甚物人？耶稣基督啊。天父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，伊就知影伊会予人定死。但是伊嘛是来啊，一年365天，伊拢总等12000多天。你讲伊是毋是孝子中的孝子啊？对啦，古典里内底有一个孝字啊，实在真特别。这足趣味的，是爸甲囝。孙叔叔，你知影古早人是啥物时阵开始拜祖先的？是伫道顶崇拜末期啦。伫这个父权制度受到重视了后，就开始啊。道顶，那是印第安文哦。全世界原始部落拢共款啦。对自然界内面的一切有相当程度的崇拜心理，因把动物、食物当作家己的始祖。或者是部落的道顶神明，啊，照着敬拜，甲伊来建立幻想出来血亲的关系。因相信道顶神明会保庇族人，嘛会带予因福气。因伫咧参拜典礼中间，啊，定定假做是道顶神明伫遐咧跳舞。伫咧中国吼，用羊做道顶的部落，就占最大多数。你看。这个水里，伊是毋是亲像一个人戴着道顶形象的头套伫咧跳舞呢？不过吼，伫咧人开始对家己有信心，对生活有把握了，就渐渐把所参拜对象对动物转向英雄人物啦。啊，这个人呢，本来对传宗接代已经想无什么道理啊，加上父权的兴起，也着顺风杀刀船，把查甫人的性器官提升做道顶崇拜对象。伫梁山文化加祭家文化的位置内底，发现了上顶生产之神的摇座甲石座，座里将狮将赤。赤就是崇拜意思，是是祭祀的意思。无论是吉祥祸福，拢是用这来做保守。当然啦，你讲啊，
咱古早人是安怎祭天甲祭祖呢？这真简单啊，我想应该是用肉吧，因为伫个牺牲的喜礼内面，咱会用看到牛甲羊。啊，祭礼咧，以手提肉是祭礼的组合吧？这是祭礼的遗体礼啦，甲金文同款，加一个喜礼。哦，喜代表神，以手提肉献予神灵，嘿，就是祭礼啊。对啦。这是表示啊，咱的祖先啊，对神明非常有敬意的。因伫咧祭祀的时候，现的不管是虾米款的祭神，袂用有一支杂毛呢。这真像讲犹太教同款。这个犹太教啊，无论你是用这个牛啦、用羊啦、用这个斑架啦来祭献的时候，拢一定爱四肢完全，袂用有任何的缺陷。啊，伊斯兰教教徒嘛是同款啊，但是呢，伊是用羊来伫做祭物嘞。哦，莫怪我查遍字典，想要查用火烧啦烘的动物，也毋过查来查去，敢若只有羊一种呢，羊羔佮羔羊，意思敢若无同款哦。对，羊羔是细只羊仔的意思。哦。啊，这个羔羊都完全无同啊，是伫咧形容品格高尚的卿大夫。亲像《胡汉书》中间用“道高羊之义”是来形容贤士王范，啊，基督徒呢，嘛是用“比台的高羊”来伫形容因的救世主耶稣基督。高羊比台一定会老悔，安尼总是爱摕一个器皿来神，器皿的命里顶面是无一点的，迄里却是器皿的命里骨加一点。对，这个，命的甲骨文内面啊，都亲像一个空的容器。到甲小团的时，佫保留着上行的笔意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肺当然在底底的器皿内底。啊，甲骨文的这肺啊，也袂进入到器皿内底。到甲小团的时啊，这个肺吼、哦，就进入到器皿的中间啦。嗯，我对这里的遗体里推测，真实的肺。嘛变做祭台顶的供物咯。哈哈，光头都知袂，你真聪明。这个遗体里吼，即嘛真少人在用啊。亲像讲吼，永远的应礼，只有一挂书法字典内底才找到。说文吼，引作江水应礼，表示中万意思。潺潺流水，予人一种永远袂停止的感觉。也毋过，羊羔毋是长生不老的动物。古早人是毋是有一点仔画蛇添足嘞？我咧想吼，是毋是当年创造你的人挑一个作怪咧，还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伫伊的字内面有伊特别的用意？敢若这个羊的甲骨文的写法都有几啊十种，用羊来做部首的字，拢总有40个字，占所有精神做部首的第一名。我想咱的祖先哦，以前一定对羊有特别的感情，那无为什么这么侪字拢是用羊做部首呢？对了，这个哦，有几啊真明显的字，亲像这个羊哩。别来无恙的恙啊！啊，这个羊哩，伫这心肝头顶啊是恙吼、哦。啊，亲像这嘴伫羊的下啊，则是叫做仙。安尼神羊同在，就是大吉大利啊。甚至吼、哦，连这个吉作吼，凶作啊，因这个字嘛是拢用这个羊来做部首咧。哦，还佫有一件代志，亲像讲一个人做到见笑呆，啊，这佮羊毛关系啊。这是什么字啊？这个哦，修体的修啦。修体的修。哎，要唔过孙叔叔啊，我想到一个字，会当替咱人扳回一点仔面子。哦。这是群众的群字。哦。你拄只讲的遐尼啊侪字哦，拢是羊在顶面，地人在顶面。啊，唔过吼，这个群字呢，你看，这个群字是伫个羊的头前。对。对，咱来看群字的顶半部，亲像人的手拿着权杖，啊，下面这个口呢是发号施令的意思。
这个韵律甲口里相合，就代表统治者。哦，啊，就是讲咱过去的祖先了解到讲，若要互族群之间会当和好，无纠纷，必须要有一个英明的领导人。啊，亲像一群羊啊，需要好的牧者同款啦。哦，对，我相信耶稣基督一定比任何人拢更加了解君甲羊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啊，伊捌讲过，我是好的牧者，牧者愿意为着羊来舍性命嘛。哎，要唔过孙叔叔，这个牧者的牧力，并无用羊来做保守啊。这个哦，你都爱知影。咱伫咧过去哦，这个古早时代啊，饲牛甲饲羊啊，迄是同款的呢。哦，嘛是爱跟羊有关系哦，足古锥的。要唔过现代的人呢，嘛有真侪干体哩。好亲像字句的字字，这个写法跟以前完全无同款呢。哎，简体字是你比我比较了解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根据我所知啊，这个简体字吼，拢是根据咱过去的一寡熟悉字啊，加这个草书，安尼连落来。是啊，这是用宋元熟字的共音字，哎嘛。对对，像这个哎呢吼，都亲像罗马时代迄三个大酷刑之一啦。就是安尼啦，唔过你的意思无同款咯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所以伫个爱字顶面加一点来做分别，对唔对？哎，对对，无这个点哩吼，爱哩吼，是形容这个有才能的人啊，啊，有才情、有才德、出众的人。这个羊字顶啊，加我的意义啊，是咱这个儒家甲道家上加推崇的义理。哦，嗯哼，孔子讲，君子以义为上。庄子讲吼，这个生义利而义者赢，生义利而义者弱。所以孟子嘛讲，义啊，是为人之正路呀。这个天下家对义拢真了解，拢有答案的呢。也唔过，我却无啥了解，我感觉为虾米？我爱让羊站在头上呢。根据甲骨文的写法，我原本是古早一种兵器的形象。这个羊呢，在人的目睭底，一直拢是温顺的、善良的家畜。有够趣味呢！为什么我这个香气，一个跪在羊的下面，就改头换面呢？安尼意思就是讲，我是一个真凶恶的人，但是我若归顺伫个羊的门下呢，啊，就会当重新做人，变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对无？对对，假使讲吼，咱这个羊哩做羔羊，啊，就是讲吼，迄、个伊是贤良之士啦，安尼用《论语》中间的话，这个无义、无必、无过、无我的意思，安尼就是讲人无爱这个我，啊，唔通定来掠做家己是对的，安尼这个义就较简单清楚啊。意思就是讲放下自我，降服在现实之下，意思咯。哇，那是每一个人都会当谦卑，看别人比家己较强，互相信任，互相尊重，互相顺服。哇，安尼天下唔就太平啊！是啊，人甲人之间讲的是正义、恩义啊，啊，甚至呢，这个义气啦、格义啊。我细汉的时阵看迄、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啊，桃园三结义啊，要结义吼，因都爱伫这个神明的面头前，伫遐这个这个精神甲态势，了后用因的血安尼抹伫家己的嘴呢，安尼来表示这个结义啊，就是表示诚意的意思。是，安尼即马有一挂人因爱要结义，嘛就是啉彼此的血啊，安尼表示对即马开始彼此都有血缘的关系咯。可见啊，这个血啊，伫这个义内面有一定的意义啊。若是讲简体字的这个义字顶头的迄点，就是对插血为名来吼，安尼强调迄一点的血，嘛是真有可能的吼。甲古文的这个血甲名的写法真接近哦。到尾啊演变到篆字的时阵，更加会当看出这两字中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其实，这个插花为名啊，已经唔那是咱中国人的专利，都亲像这个，
3400多年前的犹太人，啊，他所尊重的创造主，让摩西大精神了后，把血休点百姓身躯顶，这就表示神跟人立约的凭据。那安尼讲，耶稣伫咧2000多年前，就用家己的血跟伊的信徒立约。是啊，安怎？啊，你敢会记得顶面加油的印字啊？永远的印啊？印。这恐惊到即卖还袂当找到答案呢。啊，不过拄则咱讲，耶稣用伊家己的血甲信徒立约，假使讲咱对耶稣这位羔羊的生平来去找答案，可能会找到什么货啊？啊，你稍等我一下，我立马就回来。哎，你怎啊？你，我要来去找答案吗？哈哈哈！好啦，无论伊是毋是会当找到答案啦，至少伊即卖对汉字啊，这个奥妙开始有趣味啊。中国人讲吼，发天道以立人道啊，即讲吼，咱人承认天比人较大啊，所以安尼呢，咱的祖先就希望伫即个宇宙的万物中间啊，要来找寻智慧。那安尼，伊嘛承认伫宇宙万物中间有一位创造主，伊是一位主宰。如果这位主宰，伊予咱对圣经来了解的奥妙，甲伊作为来讲，伊嘛予咱伫其他方面。譬如讲，伫汉语中间，嘛会当找到伊的奥妙甲智慧啊！我找到，我找到啊！孙叔，你看，耶稣就是印尼顶面迄只羊啦，这是家己讲的，请你来读一下。人若啉我所属的水，就会永远袂嘴干。我所属的水，要伫伊的内面成做泉源，一直浸到永远。这就是羊羔所属的福气呢，不是暂时的，是到永远永远。真多代志需要不断的研究，不断求证，安尼所蕴藏的代志才会当显露出来。亲像1998年，中国的专家，因发现讲，中国的地质在4000多年前确实有大禹治水的痕迹。是啊，古约圣经内面所记载，那爱大船已经有找到啊。无定有一天，专家会发现讲，全世界伫个同一天、同一个时阵，捌发生过一遍的大水灾。假使讲这个会当比正式来讲，圣经创世纪内面所讲的大水淹没大地的事实，都会当比正式啦。其实啊，伫这个汉字内面，还佫有真侪奥妙等待咱去发掘的。是，假使你有甚物其他重要的发现，欢迎你写回来访问，互阮有佫较侪资料来甲你分享。好，咱的节目就到这，多谢恁的收看，再会。